你是跟交代一下，每次不要就跟我说，我就要说人没多，然后慢慢就去疯狂的再买一个回来，就是这样。中午时分，新的登机时间将调整为7:50。若您需要其他协助，请至 A5 登机门。那怎么会想到今天是小年夜，所以打算到国外去？对，是的。大概去多久？11天。11天哦。对。准备去哪？泰国哪里？曼谷。就曼谷待10天。是第一次出国过年？不是。所以之前都去日本居多。那为什么这次挑曼谷？因为曼谷有消息，一方面想说来搭新宇航空啊。对啊。所以像今天小年夜这样出国通关，您觉得还顺畅吗？还算顺畅，可是人其实还蛮多的啦。对啊，蛮多的。所以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想到国外过年，而不是在国内过？那说现在国内过年到处塞车啊，再加上台湾过年是越来越没那个氛围，反而去曼谷过年还比较有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新年快乐哦！新年快乐。那不好意思，可以请问一下贵姓？我姓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打算去泰国哪里？哦，太久没出门了吧？对啊，我们去曼谷。去曼谷，大概去几天？6天。6天。对。怎么会想到说出国过年？现在疫情虽然比较缓，是没错，可是跟国内不一样。过年比较有这些小孩都有放假。对啊。还有很久没出门了。对。像今天这样子来机场，整个过程会不会觉得塞或者是不顺畅？对，我觉得好累哦。好热。好累，好累，为什么？人太多了啊！人太多了，是超可怕的。对对对。OK。对，有一点怕。有点怕。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不会不会。航空登机前说明广播，请留意稍后的登机顺序与注意事项。首先，我们将要欢迎登机，是可以起来的，可以，它是有脚踏。还没点吗？
1350从单机，这个飞机第一次载客人哦，你很幸运哦。欢迎搭乘1350从单机。